嗨，各位朋友，我是李隆基，我是香港的艺人，或者可以说我是香港的三妻艺人，不是三个老婆，是三妻影视歌。我参加的电影，我参加的电视，我参加更多的是演唱，即是歌唱的事业，大家都会知道的。今年2020年的11月11号呢，哇，我足足69了，看不出来。不过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都是30多40岁的心态。不过现在我都 keep 得几 fit 的， OK 的。所以呢，就我忘记了这个岁数的先。过了这60多年的生涯，其实我觉得都挺满足的。可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为什么呢？我自细呢就好鍾意唱歌，好鍾意音乐，好鍾意歌曲，真係好鍾意。咁但係再大个少少之后呢，一读书呢，我又好鍾意电机喎。咁众所周知呢，其实我呢即係喺好多访问啦，或者係其他嗰啲媒介呢，我都讲过啦。我以前呢喺间食品公司里面呢，哇，唔错㗎，升到工程师呢个地位。咁所以讲咁都幾巴閉嘅嗰陣時，咁後來咧就脱離咗呢個食品公司啦，咁啊加入咗呢個娛樂界，咁啊可以講都幾幸運，因為點解咧？我可以講喺我唱片出唱片咧，我出個頭頭尾尾連唱片 DVD 總共咧有11隻咁多，咁啊其實喺香港有好多。即係好出色嘅行內人，我覺得係好出色嘅。但係咧，佢哋都未有機會出唱片或者出 DVD。咁所以對我嚟講，我唔係話好紅，唔係大紅特紅嗰種。但係我自己可以講，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自己心滿意足嘅。咁仲有，我參演過好多電視嘅演出，咁啊亦都係受到好多好評嘅，尤其是做皇帝。當然其實我都做其他很多小人物的角色的，20層就做過警察，20層做過大將軍，20層做過奸人，奸仔都做過，不過可能樣子不是太奸，所以做極都不像，所以人家都是你做回皇帝算了。樣 The fire softly burning, supper on the stoveIt's light in your eye that makes me warm. Hey, it's good to be back home again. Oh, baby, now. Sometime this old farm feels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I said, hey, it's good to be back home again.I said, hey, it's good to be back home again. 好啦，咁啊，讲起呢个娱乐事业咧，咁啊，最近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接触我，因为佢话，喂，好多人都出过呢个Hi-Fi 碟喎。點解你唔出啊？嗱，亦都係有人接觸我，佢話我同你出翻只 Hi-Fi 碟好嘛？但其實我諗咗好耐啊，因為點解咧？我哋真係屬於老脱嘅歌星，咁如果再出啲新歌咧，真係噶，好難俾啲新人接受，因為點解新人覺得我哋老餅，舊人咧？舊人覺得喂，你以前好過而家喎，這個絕對是會的。咁所以咧，其實我而家亦都喺度考慮緊，我就算出呢個 Hi-Fi 碟咧，我係走邊條路徑咧？咁所以咧就希望啦，希望喺呢2020年裏邊能夠出呢 Hi-Fi 碟，跟住喺呢個年尾咧，我就希望搞一個個人嘅演唱會，因為以前我都搞過演唱會噶啦。有很多的成績都不錯，但是呢我就希望在這個2020年的年尾呢搞幾場自己心滿意足的演唱會，到時呢大唱特唱自己很喜歡的歌，也都是將我自己喜歡的音樂呢就奉獻給各位聽眾。
咁啊，當時咧，當然咧，我亦都會諗好多花神嘅，因為其實每次演唱會咧，我都會係即係諗啲好特別嘅嘢，咁啊希望大家耳目一新啦。好似呢、這個啱啱即係2015年咧，我就自己搞咗一個叫做金曲皇帝登基邁向40年嘅演唱會，當時咧我就做咗一個好突出嘅演出，就係咩咧？我自己扮咗個 street boy。啊！唱嗰啲 disco， 跳埋 disco， 我就請埋四位菲律賓嘅朋友啊喺後邊幫我伴舞。我一出嚟啊，冇人認得我，冇人認得我。當我開聲唱嗰啲，佢先認得。哇！佢哋以為咧，咦？點解你請咗另外一個嘉賓嚟？好得意，所以令到佢哋耳目一新，可以咁講啊。希望咧你嗰個年尾我嘅演唱會咧，能夠令你哋更加耳目一新啊！好啦。咁啊，跟住以後咧，我可能啊有咁嘅機會咧，我就回到嚟到呢個北美同大家見面。多謝各位。浮夢世界，如霧世態，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嗎？天真的我不會。粉飾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难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想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看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只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宁愿告退，难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想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看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只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